我们剧中，我也不知道这么多药啊。我以为多兰界两红呢，我点完多兰界，啪啪啪几个红，我一点，加70召唤师技能级数，非战斗移动速度，英雄平衡性增益。他出的啥呀？他出了个小吸血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平 A，平 A，起立。走位，走位！哎呦，起立！沉默，刺儿，点下刺儿，点下刺儿。回家了，他有传送。征服典籍吧，那药三瓶这么地儿吧，不买血了。克隆大虫子，咱们先来这啊！起立，中路没了，你看我就说没了吗？你的灵魂像是星空的闪电，赶去了吧？没事，我知道打鼻。208。起立。沉默，平 A， 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杀我！操，还在这么玩的？给我点盐了，推推棒肯定是得出的啊，推推棒。我们先等个10秒再把它吃了啊。起立 ，W3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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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推对方，这回我们是无敌了。要不要出美甲窃魂卷啊？那我来美甲窃魂卷呢。先踩个眼回家了。我们已然是无敌了。一会儿我们就是又有虚区，对面就是有虚区，但他们不又起立，推推棒，沉默，口一横。
给口了。我们去下路玩一下子吧，或者去打个蓝 buff 也行，去打个蓝 buff 吧。铲墨，刺儿，起立，推推棒，致命点呀！为啥老是我从非洲回来的呀？咋的了？我非洲我还能回来了吗？黑了，还好吧？其实三亚的紫外线不算特别高，紫外线还行。踢我是不是？黑了吗？没黑，还好吧？哪来的小鸡儿？在这等一下子啊！好，过来啊！起立，铲墨，刺儿。就是比谁大呗，咱们就是。他们都是冰拳，就我推推棒。啊，不是，这有个泳双的，比谁大？那我指定我大呀，我是最大的，100%是我是最大的。沉默，起立，刺儿。哪里来个蛤子呀？下路杀个蛤子，先把药吃了。推推棒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点燃，刺儿。这人咋不走位呢？起立！绅士没了，绅士！你看，我在他们之中我是最大的，看见没？四个蛤子。能打，不就是四个蛤子吗？给我起立，沉默，我看谁敢上。我扣你，回家出美甲窃魂剑去。算了，直接猫着吧，变美甲窃魂卷了。美甲窃魂卷有点太欺负人了。先就打个蓝 buff。这才十分钟啊，这么多钱啊，现在我这一个大吃800一只八，沉默，你给他口了，可以。
下不来。哎呀，你别下来了你。你们也不大呀，那不得大一大吗？这大都不大就推了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那行吗呢？那给推没了，那能行吗？吃几个了？差一个。一会儿比试看看谁大。哎，为什么会出现94块钱呢？他也太不值钱，他94块钱，坑爹呢这是。没事，我们不帮他打，他得打老长时间，他才能把这个打没，然后我们最后一口把他吃了，1355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他自己打，他抢不过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一会儿把小龙打。他都不一定能打得过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抢不过我们，我们快走。我们是 AP 的，他抢不过我们。他是谁来的？看啊，他是这个，他是红兵吧？他是红兵啊，他是红兵。先来个美甲血魂卷。随便再来一个，然后最后我们来一个石像鬼，升个16级，买个大药，出个兵权。嗯，我就是最大的，谁也别跟我比大。把这蛤蟆给我吃了！起立，扣一蛤。他出兵权都没我大，因为我10层了。起立，沉默。哎呀，你也给他扣了。可以啊，别拆了。那16级还没到呢。嗯，红呢？完了，头了。